书，人在北美，往事如烟。哎，看着这每一页每一页，我就觉得，哎呦，这不是又是一个我吗？有多少人在美国的沧桑岁月，每一个脚印儿站着各种辛酸苦辣，实际上就是一本书。不管你写与没写，每个人都有一本书，所以希望大家关注他，记住他。苏东坡，马克苏，来自芝加哥的华人。新老朋友们，在线的，所有的这个客人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今天来到这个纵谷会上，也就是马克苏的这个新书。所以非常期待马克能够把我们芝加哥的历史继续写下去，不仅是通过挂历的形式，通过书的形式，就在我们令狐教授的这么一个足迹，继续记录我们芝加哥社区的种种大事迹。非常期待看到马克的书，也是恭喜你，谢谢大家。这本书呢，是我去年写了整整一年，本是想去年想出版的。我的英文书名叫做人在北美的旅人，因为我想说十多年，结果后来因为出版社口不周折，一直拖了七年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把书名改了，因为你过了现在这里面。那马克的新书呢，也是芝加哥近期华人社区的历史。他用文字记录下来的可贵的这些数据。我书科举里是这么说的，请将此书献给我认识的所有人，我的亲戚、朋友、老师、同学、同事，以表达我多年来对他们的思念和关心。当然，此书也献给所有的读者。那是为什么的？因为我觉得这些现在这个社会人来人去，很多东西有种种原因，我们的包括朋友同事也好，我们都已经很多东西已经是多年就是无法去那种相会去重温那种东西。那么我想通过这个书向他们表达我对他们的一种思念和一种情感，就所谓的敬书几种敬人吧。这个是上帝位置，也就是 X 位置，发现团队的成员，这一切跨年代跨行业的成就集中在我一个人的身上，有点不可思议，甚至有人怀疑是否真有假。我是文化大革命以前最后一批留守生，最后一批研究生，又是文化大革命以后第一批到国外的访问学者。木板车找板车，路口是盘上了。我与毛泽东一起合过影，与邓小平握过手，当时也被中国科学院点名批判，被高门所开除除名，被芝加哥总领馆拒绝更新护照，有3年时间成为没有国籍的人。可是后来又被邀请到中国国防单位作为国贵。暗处，苏东坡先生机智敏锐，知识积累丰富，他在采访过程中谈吐温文。又不失锋芒，历尽坎坷是辉煌。我也要把这近四年的小事。今天非常荣幸有这样一个机会参加马克思苏东坡教授新书发布会。作为中美艺术家协会，我们今天有几位艺术家参加了苏教授的新书发布会，应该是一件非常值得庆贺的一件大事。也是一件好事。诱惑呢，它是一个姊妹篇，应该是姊妹篇。他这个两本书呢，应该是反映了他不同的那个历程。他的前面那本书是体现了他以前在国内的那个艰辛求学呀，怎么样那个样子。作为中国的早期的留美的学生。Thank you.
一个最大的动机是因为那个是年代，中国那个发生了桑田树的一个变化，所以说我就想把那时候，就是90年代那时候，那个中国桑田树的变化。请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这位小小的朗诵者娇娇。娇娇你好。好，我为你们读人在北美往事如烟的片段。飞行名校的旅途，高中毕业升大学乃是人生中教育最重要的一步，因为上什么大学就有什么样的未来。在美国这个教育最发达的国家也不例外，和许多华人家长一样，我也有名校情节，希望儿子高中毕业能上美国名校。30多年前，我在中国国内也算实现了我的大学梦，上了中国的一类重点大学。30年后，让我的下一代上大学了，我也希望一代更比一代强。2014年夏天，儿子高三的暑假，我们开始准备高四毕业后大学的申请。2014年8月21日，我和儿子开车前往美国东部，展开对吧？但是，真是 surprisingly， 我每一个字把它发给我这篇文章都给读下来了。原因呢，我想主要就是说，我觉得他这个书呢，就这个节选，我读这部分节选呢，给我一种特别共鸣的感觉。Maybe 在与相遇，他来。
Lakeview Central High School。他朗诵呢，是书中的诗歌，这诗歌的名字叫《感恩节》（Thanksgiving）。好，欢迎我们的朗读者维密燕，您在吗？在线吗？在。好，你好，欢迎你。办教育啊，中美的文化交流啊，确实做出了很多的贡献，就是很有幸接受这么样，很高兴啊，能和啊，国内的朋友，有芝加哥的朋友，我来这边很久了，我90年来美国的朋友说，一直在芝加哥。那刚才那个马克他讲这个北方大学，就是说这个事也是把芝加哥啊，科工庄啊，文化村啊，还有一些芝加哥的人人自治吧，就是说在美国啊，就是说华人在美国呢，就是